才看到的这段视频呢，就是我2015年开着我的10000块钱的小破车哈飞路宝去西藏、云南、海南，去内地逛了一圈的这么一个自驾游的视频。那一次旅行呢，是我2015年的一次长途长期的一个自驾游，那个时候只有我跟我老婆两个人，那时候还没有刘萌萌呢。整个经历也是蛮有意思的，挺丰富的，遇到很多困难，坏过两次车，修车，遇到沙尘暴，在路上结交了各式各样的朋友，是一个挺难忘的一次旅程，也是有很多故事的。但是呢，那一次旅行我是有拍视频的，这个视频最后为什么没有制作出来，那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对拍视频这件事情的理解还不是很透彻，水平还没有达到吧。我当时是想拍视频游记回来的，但是我回来之后我发现我拍的素材我没有办法把它剪出来，所以素材就一直放在那了。但是呢，那一次旅行我有发一个图文版的游记，发布在汽车之家自驾游论坛里，标题名叫新疆小伙哈飞路宝清境颠出游西藏，大家可以去搜一下，那篇帖子也是蛮火的，在当年点击量也很高的。那今天录这个视频呢，就是想告诉大家，我准备把上一次自驾游的视频重新剪辑出来，因为已经过去5年了，这5年呢我也一直在学习，一直在进步吧。首先呢，我本人是一直在从事这个视频行业，影视行业，但是我对这种 vlog 的这个短视频也是从去年2019年才开始做。经过这一年的这个学习吧，我觉得我现在对这种游记的短视频有了一些提升。然后当我回头去翻看我2015年那次旅行的素材的时候，我发现那些素材还是可以的，甚至有些素材让我也挺惊讶的。我看完了那些素材，我有时候都觉得我那个时候就能拍出这么好的素材了吗？真的，那时候我还边拍边解说，有很多素材都是我边拍边解说，然后就跟现在的很多旅行博主一样啊。刚才我们参观了一下后面这个主殿，就是里面是释迦摩尼的真身，就是最大的一个佛像，可能有个5米高左右，特别大。然后它的旁边有一些护法，是吧？对，也是比较大的佛像。然后为了尊重他们这边的宗教文化，然后我们也没有拍，然后就是进去看了一下。大家要记住，那可是2015年呀，2015年那时候抖音这个 APP 还没有呢，那个时候还没有 vlog 的这种概念呢，5年前。然后我就感觉我可能冥冥之中我就适合拍这种东西吧，只不过当时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但是现在以我现在的剪辑手法、剪辑水平，把那些素材给大家剪出来，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我准备把我那一次的旅行把它剪辑出来，然后发布出来给大家欣赏一下。这期视频就算是一个预告吧，然后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今年的规划。首先呢，就是把我的装修这个系列大家也看到了，我现在就在我的这个房子里，我的房子装修差不多了，但是最后还有一点点收尾，等几个家具，然后我把成品最终的效果一拍 OK， 我的装修日记这一个系列就完结。因为我觉得装修这个事情是一个人一生中碰到的是一个比较大的事情，所以我选择把它记录下来分享给大家，给大家一个参考，是这样。然后之后呢，就是我刚才说的2015年哈飞路宝自驾游这一系列，我会把它剪辑发布出来。今后的安排呢，就是咱们新疆本地的一些好吃的好玩的我会给大家拍一拍。今年的地点可能就在新疆以内了，今年没有出疆的计划，没有去内地的计划因为大家也知道刚装完房子嘛，资金这一块也不允许，现在欠了很多钱在外面。我今年的目标就是首先呢，我是新疆本地人，我从小在这长大。其次呢，我们新疆本来就有很多好玩的好吃的，我们新疆的旅游资源是相当丰富的，恰好我就在新疆，这就是我的一个优势吧。然后今年努力的赚钱，赚更多的钱，然后今后给大家拍出更好的作品。想要拍出更好的作品，你必须得有钱，这个是肯定的，你没有钱的话你是拍不出好的作品，我是这么觉得的努力争取年底把我装修房子的这些账还完。给大家做一个小预告吧，我今后准备买一辆小的拖挂房车，就是以后咱们是房车友。我的飞度的那个拖车杠我已经买好了，已经放在那里有一阵了，我准备闲了我就去把它改装好。
如果顺利的话，咱们明年可能就是房车游喽。有人肯定会问啊，你一个破飞度，你能拖房车吗？怎么怎么的？那咱们就拭目以待吧。记得关注我哦。那 OK，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帮我点赞、关注、评论、留言、弹幕。我们下期再见，拜拜。